咱真欢喜听到桃花县歌队为咱会堂所演的这首歌哦，真好听，因为这个在今年虽然桃花宫有受人侪，但是要伫中秋节的开始哦，这是真水的一首歌哦，对我来讲，我感觉桃花听到真感动。咱在咱伫今仔日的行音乐，咱拢知，咱有当时啊，基督徒哦，咱听真济，总是有当时啊，咱伫最后，当时啊，咱的信仰可能变成只有停留伫理性的状态，理性的方面，咱当时啊，听真济见证，总是会用伫咱的心上的时阵，咱感觉真有限，亲像像个知影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搁一回事。咱嘛知影讲福音爱扩展，福音的经济、福音的人数爱增长，爱突破，爱转化，甚至头我所认想爱复兴，总是是毋是有可能是？有一个状况，咱有当时仔停留在负面的想法，感觉哇，这是无可能的。啊，这个人乃信耶稣，啊，这件代志怎有可能有改变的机会？有当时仔咱哦，足济哪有可能这款的思想，这款的想法，这款的经验？一定要上帝，当然就无可能。假如咱今仔日用这段经节，搁一届的学习，搁一届的务必家己，搁一届的思考，我的信仰搁要较深的明白哩，只是让重心来一个。听阮阿爸非常济，阮大大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你的稳定、你的福分，予阮伫今仔日会当伫遮和正兄弟姊妹来敬拜你的名。主，阮知你是值得阮学落的。主，我嘛要透过今仔日的经节，搁予阮一解，你知影你拣选阮。不只是拣选阮成做你的子儿，阮阁是你的温度。阮要活出你温度的款式。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感恩，阿门。我咱有讲，咱有读到吼，伫头我即个亚静的比如，其实咱也是做真久的基督徒，咱就拢真清楚。啊，其实伊伫这段的经文，伊有讲着讲，耶稣有讲着讲伫这亚经这个比如，其实伊这个经济是表明是啥？是天国的福音，伊的道理。伊用伫以色列遐的人的生活的环境来比如这个天国的道理是怎样？咱若当讲，亚经济，但是问题经济啊，也伫土里有法度生长，阁爱看咱是也伫啥物款的土质内底。但说用这个比如去提醒当时的人，提醒伊的温度，而且是搁一届提醒咱。咱不只是伊竞选的，也是伊的温度，是吗？咱是伊的温度，不是基督徒，咱是伊的温度。伊有讲的，帮我使用泡沫。伊有讲的，也比咱拢知影讲经
我。所以，伊第一个比喻是讲啊，夜伫路边的，夜伫路边是安怎？遐个人有可能是来来去去，真无闲。遮来来去去总是安怎？无法度去接受福音，无法度去认捌上帝话，伫遐。所以伊就无法度专心来成长。咱若讲安尼人，伊可能吼真侪外在的环境的变化，就带去伊的心思意念，有可能一看小代志，就牵伊，就把伊的思想打正的福音的种子，牵伊别位。甚至毋知影，主是咱的引带，是咱的保护。真侪生活中的代志，充满伫即款的基督徒，也是即款人的性命内底，福音的种子，逐天。在咱的生活，在咱的生命里向，总是基督的种子，基督的款式，无看到来成长。伊才阁有讲着第二种的比如是亚伫土浅的种头地。哦，耶稣真有智慧，伊用当时。他們的生活的環境來比如、哦、這個道這個位的位面也在石頭底也在石頭地土無清總是這樣雖然無清但是他一看就反應在這種咱的想像在這種的土質的裡面土的質地含來的時候过了后，佮热的节气到，这个植物的生长的根，佮伊受着阻碍，受着石头的阻碍，因为安怎？因为伊无法度佮从下面，无法度佮往下面来生长，无法度往下面来吸收，迄个水吸收互伊有活力。就孤单去。虽然伊头仔咧所听即个经材讲的，伊有讲到，伊是欢喜的接受，欢喜的接受即个福音，欢喜的接受即个道理，感觉即个道理对信仰是好的。总是人哦，伊欢喜的接受，其实一种的欢喜。伊的背后，其实伊嘛无了解、无明白，所以伊无法度真有信心，无法度下决心，无法度行真远的路。下伫即款土地，下伫即款土的布面，虽然由阮伊发芽，总是安怎？伊无一个定根的信用伫伊的内底，伊可能安怎？伊可能去拄着各项的困难，还是压力，还是病痛，有可能就失去上帝的话。佮像咱另外一边的道上话面共款，伊的信用可能轻轻甲放下来。出一点仔力，轻轻来用来，伊就无啊。有时这就是嘛是表明讲，咱的心也是讲咱的性命无法度去做即款的信用。咱的心、咱的性命、咱的信用，爱好主的话、主的道理。
建立，予主的话在我的生命中间来孵育，搁来成长。这个图像，这个画面，是不是嘛？予咱感觉讲，咱的生命，咱无法做，当做一个真浅的人，真浅近的人，伫内底。听听上帝的话，就是要予上帝的话，深深的藏伫，还是讲插伫咱的心内，因为咱毋是上帝的子民，咱阁是伊的温度。温度和基督徒是无共款的，咱爱知，咱是上帝所听的一群。咱是主的温度，所以咱讲第三种的，就是藏在子啊内底。伊的种子怎样？伊的种子虽然嘛伫时间的环境大汉，总是伊予子啊去惹拼伊。虽然接受信仰在我的生命内底，我感觉这个福音是好的，我也知影主的引带在我的内底，总是安怎，我常常会挂虑，常常会烦恼，就亲像我信我的主，总是在我的生命，在我的问题中间。派来教会，阁派更处理，也是讲，有当时啊，我烦恼到一个程度，袂记哩来到伊的面前，甲伊讲话，甲伊祈祷，亲像我的嘴承认我是基督徒。我的嘴承认我是主所引带的，总是伫我的心内，伫我的意识的内底，却毋知影讲，我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我的上帝全能，值得我去的，真侪是一个嘴的基督徒，用嘴来讲福音。会记得用用嘴来挖去，挖去用嘴来挖去上帝的话，会记得用。当然，某一款，某另外一种的状况是安怎？是我知影我是上帝的囝，我知影我是上帝所拣选的，总是。我的生命，我的生活，绝对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思想在走。总是咱知，有当时世界的标准无一定，就是对咱有利益的，对咱有成长的，还是这个标准。这个价值观看开，那全是似是而非的一个标准。看起来，这个标准价值观是对我像遐有利益的，总是唔知影伊要成做我生命中的挚爱，要成做我生命中的挚爱，搁要有时。要真做啥？要真做啊！引带我进入一个败坏的陷阱内底，确实阁毋知。亲爱即个物件，即个植物哦，看起来是有形有体，总是内底。空的，咱不是亲像讲，有当
时啊，我嘛家己会有吼，互许好看诶代志，所欢喜诶代志，所累积，总是伊诶快乐是短诶，但是虚假。咱拢知啊，咱拢真清楚、真了解，讲许我诶一生吼，伫主诶手头，主要带领我。主掌管我，逐日主掌管我的性命，这咱拢知。但是这毋是咧讲哦，咱着戆戆、混乱，啥物事拢无做，无积极。咱今日知要了解的是，只要我知主是我的带领，是我的掌管，我。就袂让我身边我的性命的感觉也好，也是忧虑的、看虑的代志所看虑。去了上帝话，就要活出好的规矩，好的水的性命伫内底。这是咱爱知的。那会当讲，同款的政治，同款的福音，总是产生四种无同款的反应伫内底。咱讲的要结果子，毋是讲瞬间就变化的代志。伊需要呐，伊需要去培养，伊需要伫真一段长的时间了后，才有。法度去反应，同款有当时啊，一件好的事，一件歹的事的代换，毋是一冬两冬的结果。当你看到一件代志的进行的时阵，其实伊拢伫土里内底，一定有一段时间的进行，同款。那个所讲的私欲、怀胎、败坏的代志，嘛毋是瞬间有结果。咱要结出有啥物款的行为，要有啥物款的规矩，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时间，互伊去养成，互伊去大汉。我讲，咱是主的门徒，毋是基督徒。若要为主结出好的果实，好的生命，咱来用时间，互相地来整理咱，整理咱的生命。我是头我有讲着讲，耶稣真有智慧，伊用当时的环境，巴基斯坦遐的土地，因其实因是一个真浅的土，好一下骹是一个真平的，这个图像其实嘛是表明讲，有当时啊，伫咱的性命、伫咱的内在，啊是咱成长的过程的中间。有真多的因素来成就咱即马的家己，也是即马的个性伫内底。有可能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就真多是内心的人，也是互各项的挂虑的代志，也是咱讲的，咱家己看意外、看欢喜的代志，过来真多硬拖的信仰。总是在我们接受福音的开始的时候，基督的宽恕就要改变我们。无论是你接受福音多久，无论你是第一代，还是我们是代代的基督徒，我们若接受福音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为自己去整理我们的性命，去用
上帝的话来起着咱家己的性命伫咱的内底。一个土质无去整理、无去改变的时阵，佫有可能伫第二款、第三款的状况内底，因为真紧，咱就要流失。就亲像咱会当想到一个画面，咱伫一个真紧的高速公路，咱若要驶紧的车，安怎？咱爱有平坦的道路伫内。咱来用上帝的话，伊的道理来予咱生命的较爱生命，咱感觉看下无法度，予咱有成长的石头，为主来盘山，为主来整理。
伦理性的哦，迄种听着讲哦，我听着上帝的话，这个听是一种的啊态度，听是一种学习的功课。因为咱安怎？因为咱常常依赖家己的想法，依赖咱家己的方法去赢过，用时间来去等待上帝的带领。因为安怎？因为咱感觉等待真麻烦，而且搁安怎违背咱的人性，违背咱的人性，咱袂爱听。总是通常伫即个等待听，其实是搁较好的学习，是搁较好去经历伫上帝带领的时刻。咱讲，阮都是有福气的人，阮都爱学习听，学习等待。伫好个土个人，伊有可能伊就是有一个态度，伊会用心来听，伊愿意听，伊愿意等待，伊愿意把上帝话记忆保存伫内底，伊就会结出好个果子。咱来当讲，哎、欸，我有。我嘛愿意，愿意成做伊的门徒，愿意整理我家己的信仰，愿意听探上帝旨意，成做好的器具。总是咱有可能伫这个过程中间，咱搁爱把信心来放伫咱的性命做肥料。咱知哦，这个比如讲，哎、欸，伊是伫石头顶的，伫遐的枝啊，原顶的遐的土。伊其实，伊嘛是有一段的信心，伊有，伊毋是无，伊嘛有，总是后尾，伊就退后，无阁有信心伫内底。咱知哦，咱的生活其实咱有互咱真费心的代志真多，阻挡咱的成长。咱逐人拢有无同款的问题，伫咱的生活，伫咱的生命中间，同款，咱嘛有压力的存在。无讲你的压力较大，我的压力搁较细，无，咱同款拢有压力的存在。咱的生活同款，拢嘛爱有真济的挑战，真济的考验。真侪的磨练伫内底，也是讲咱爱尽各项的责任伫内底，因为咱活伫这个世界。但是伫今仔日这段的经节，就是要予咱来思考讲，哎、欸，我要安怎做一个什么款款式，什么款款式，什么款讨一个上帝的囝。咱知约瑟的故事对咱拢真清楚、真了解。上帝用时间去锻炼约瑟，一届搁一届伫伊的困境的中间，最后伊成做家己来成做伊家己百姓的祝福，伊家己嘛。在这个中间，去得到上帝丰盛的生命，是因为伊愿意在每一届的挑战的中间，伊来整理家己，伊来回应上帝的话，而且伊持守诚实良善，搁有一个忍耐的信心在内底，作为一个带主啊一个。有无同款的结果，无同款的性命伫伊内底。有时咱会当真确实的讲，信心是无法度靠人的意志来维持。
无法度，人无法度用信心来维持，靠家己的意志是无法度的。若是要成长，就像咱头我所讲的，咱的信心爱藏伫上帝的话内底，搁较提醒咱，搁较引出来，搁种搁亲像。要成做门徒，要成做咱讲咱今仔日所领受好的款式，好的土质的是，咱就爱把咱的生活放伫即个光明的所在内底，放伫上帝的话语内底，因为真正的成长。是要让上帝的话、上帝的快乐来引出咱，做提醒、做改变、做转化的动作。伫咱今仔日透早吼一开始的赞美，咱就讲，咱今年想咱，咱伫这段的时间，咱用。用这段的经文，搁一届的提醒咱，搁一届的鼓励咱家己。我要成做主的门徒，我的性命要有好的款式，我的性命要为主来结出好的见证。咱大家同心来祈祷。充满怜悯慈爱的父，我感谢你，你是创造万物、掌管一切的主，我敬拜你，我感谢你，你静静的时，你临在伫我的生活，你亲像老母同款的疼我，亲像老爸。同款的顾恤阮，成做阮逐日的引带，为阮的死修饰新的生命，为阮伫逐项事感觉绝望的时，为阮有新的愿望伫内底。主，阮感谢你，求你嘛帮助阮，会当明白伫你遐看袂到的双手的时。看袂到的双手在塑造阮的性命，在看顾阮逐日的生活。主，你嘛予阮智慧，伫你圣神的内底，予阮看到你温柔的引带，予阮会当明白你的疼，予阮真侪逐天的欢喜，予阮伫阮的性命中，阮的问题的中间。真多，阮的欢喜，因为你的疼。主，我也恳求你帮助阮，修饰阮有对你来的信心，有对你来的信心，来见证阮是你的门徒。主，阮搁伫今仔日的礼拜，阮搁一届的表明。主，我感谢你拣选我，真侪你的子儿，佮真侪你的温度，我愿意伫遮来回应你。我要为我有比家己活出好的款式，真侪你的温度见证你。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感恩，阿门。